大家好，这个是一个带你进入甜美梦境睡眠的催眠导引。第一阵，我将会引导你进入心灵的深深处，你的压力将会得到纾解，你将会感觉到身心全然的放松，进入甜美的梦乡，你将会在舒适而深沉的睡眠状态里面，补充充分的身体的能量，在明天的早上起身的时候，你将会感觉到精力充沛，非常轻松。现在你可以轻松地睡在床上面，选择一个舒适的姿势，令到自己的身体更加放松。现在你可以将你的左手轻轻放在胸口上面，然后再将你的右手轻轻放在左手的上方，开始带给自己有一个专注的感觉。现在你可以在心里面告诉自己，我将会进入一个甜美、舒适、深沉的睡眠里面，我将会进入一个甜美、舒适、深沉的睡眠里面，我将会进入一个甜美、舒适、深沉的睡眠里面。明天的早上，我可以在适当的时间自然地清醒过来，感觉精力充沛，精神饱满。明天的早上，我可以在适当的时间自然地清醒过来，感觉精力充沛，精神饱满。明天的早上，我可以在适当的时间自然地清醒过来，感觉精力充沛，精神饱满。现在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深呼吸，慢慢地吸气，再慢慢呼气，感觉你的腹部就好像一个气球，吸气的时候将空气吸入你的下腹里面，呼气的时候将身体所有紧张、焦虑以及压力或者需要排放的能量慢慢地呼出来。专注每一个吸气，专注每一个呼气，感觉清新的空气从你的鼻腔进入你的支气管
到达你的肺部，再由肺部传送到你身体每一粒细胞，每一粒细胞都呼吸住新鲜的空气，同时排放出身体里面所有负面的情绪，紧张、焦虑以及压力，令到你更加放松。这个感觉就好似你进入一个大自然的空间，有你最喜欢的环境，有你最喜欢的景色，你感觉到舒适、平静和安全。现在你眼前有一道柔和的光，这道柔和的光将会引导你进入一个甜美的梦境，令到你觉得很安全、很舒适。现在你可以运用你的想象力，想象一下你眼前有一条十级向下的楼梯，有足够宽阔的台阶和扶手，这一条楼梯将会引导你进入一个甜美的梦境里面。等一阵，我会由一数到十。等一阵，我会由一数到十。当我每数一下数字的时候，你就会落下一级。每数一下数字，眼前的景色就会更加美丽。当我数到十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进入一个甜美的梦境。感觉你在这道光的引导底下，很安全、很舒适。你跟住这一道光开始往前走，往前走，一邀请你的潜意识带领你进入这个美好的情景里面。二，感觉你的身体很安全，去往下沉，光引导住你，令到你更加舒适。三，感觉你更接近甜美的梦境，
令到你更加轻松。四，再往下走一步，感觉美丽的景色。五，是一种轻松无比的舒适，好轻松，好平静。六，你即将进入一个甜美的梦境里面。七，感觉你更加接近甜美的梦境，更加轻松。八，你感觉到非常舒适、安全而且放松。九，你进入一个甜美的梦境里面。十，在这个梦境里面，你感觉到很安全和轻松，并且能够对你目前的状态有所启发。而家你会发觉，你在一个金色的光球里面，好安全，好舒适。这一个金色半透明的金光，而家包围着你，你感觉到好安全，好舒适，好温暖。你将会在这一个金色的光球里面享受美好的睡眠和梦境，而且可以补充身心灵所需要的能量。现在你可以享受在这个美妙的梦境里面，你继续听到我的声音，同一时间音乐的频率将会带到你进入一个更深、更美妙的梦境里面。所有的声音都只会令到你更加放松，所有的声音只会令到你更加放松，所有的声音只会令到你更加放松。在这里，你可以好好地去休息，睡得非常之深，很安全，很舒适，有一个甜蜜而且美好的梦。
瞓到听日朝早，自然咁样醒嚟，你会感觉到精力充沛，精神饱满。喺呢一度，你可以好好咁样去休息，同时有一个甜蜜而美好嘅梦，瞓得非常之深，好安全，好舒适。瞓到听日朝头早，自然咁样醒过嚟，你会感觉到精力充沛，精神饱满。音乐的频率将会引导你进入更深、更美妙的梦境里面。所有的声音都令到你更加放松。